拨开层层迷雾，洞悉事件真相。那么多大额消费，竟然用现金？杨建留下了一箱点钞券，会不会是诈骗呀？根据真实案件改编，面向大众普法。只要是他做的，就一定会露出马脚。请看一线系列节目《一线探案》。夜深人静，窃贼趁虚而入，疯狂行窃。一个胶皮面具，然后我们都愣了半天在那里。视频侦查，嫌疑人身材高挑，服装艳丽，性别难辨。盗窃的就是女性的衣袜那些。警方将如何破局？夜幕之下，一线系列节目《一线探案》正在播出。几个小时后，整个城市渐渐苏醒，街面上逐渐热闹起来。匆忙赶路的人们对于夜晚里发生的事情毫无察觉。一位在纳西区云溪东路商业街上专门经营女士裤袜的老板来到自己店铺准备开门营业，却惊讶地发现商铺门被暴力破坏，店内更是一片凌乱，于是马上报了警。被盗的财物有一些女性的丝袜、内衣内裤，还有柜台的现金、手机。店铺也很着急，因为的话他以前也被盗过，但是他的印象里面已经是很早很早以前的事了，可能有五六年以前被盗过，但是这种事儿在这几年基本上都没有再发生过。接到报警后，泸州市公安局纳西区分局民警火速赶往现场展开调查。他是采取这样子的一种半暴力的方式，他是一个卷帘门，把卷帘门撬开以后入到这个商店里面进行一个盗窃。现场勘验的情况很不理想，就是没有提取到任何有关这个犯罪嫌疑的相关信息。嫌疑人在案发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此外店内安装的监控设备也遭到了破坏。门市的这个监控录像是被嫌疑人这个切断了这个电源，那取走了这个内存卡。这样的案发现场不足以为案件的侦破指明方向。让办案民警感到奇怪的是，嫌疑人除了盗走手机和现金，为什么还偷走了部分并不十分值钱又很难销赃的女士内衣裤和丝袜呢？为了尽快查清这个人到底是谁，办案民警调取了被盗店铺周边的监控，寻找真相。凌晨三四点钟的话，人员是很少的，所以说我们根据这个时间段进行一个倒排，发现的话那个时间段只有这么一个人，而且我们看到他有背兜，
把这种赃物背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痕迹在那个地方，然后整体的话就是女生才会穿的那种比较紧身的下半身的这样子的长袜，这样穿着在街上走。嫌疑人当时身穿的是女士衣物，但是他的黑色羽绒的帽子上他是戴了鹅毛绒一样的东西，那个帽子扣在头上，戴着口罩。通过监控看的话，他身高的话在1.65米左右，身高不是很高，然后体型较瘦。警方从这样的外形、穿着以及盗窃的物品初步判断，嫌疑人很像是一名女性。那么这个人从哪里来？作案后去了哪里呢？监控视频对其进行追踪的结果令办案民警大失所望。最开始他就是出现在通江街，然后通江街出现以后就沿着纳西的那一条巷子里面直接走到这个门市，做了案以后就朝着纳西区的通江街那块那个方向消失。是绕行了大量的监控，通江街这个地方的话就是比较偏僻，也没有这种监控，就无法对他的行踪进行进一步的追踪，所以说这个当时就引起我们比较大的关注。我们对于这个事情的判断也就是说觉得这个肯定是一个老手作案，而且的话他既然做了这一次，那肯定还有第二次。果然不出警方所料，就在他们对这起盗窃案进行侦破的过程中，在同一条商业街上又连续地发生了多起盗窃案，一时间整条街的商户人人自危。抱歉各位，我回来晚了。辛苦你了。新现场有线索吗？高队，这人贼得很，还是和以前一样，一点线索都没有。没关系，这次的案件已经造成了一定的恐慌，上级领导特别重视，特别要求咱们辖区加强夜间巡逻和管控。放心吧高队，既然我们都成立了专案组，他跑不了多久了。小白，哎，你那有什么发现吗？我查一下。你们看这个监控，这是21日凌晨2点多的监控，嫌疑人一直在店门外徘徊，他试图用手把这个卷帘门弄开，但是好像力量不太够，就走了。快进一下看看。哎，停一下，你们看他又回来了，估计刚才找工具去了。是的，而且室内的监控也完全被破坏了，包括衣物和现金，一共被盗了13831元。每次都是凌晨3点左右，专门趁大家睡着的时候下手。那他最后出现的地点和之前一样，监控上显示他最后是在通江街65号不见的。喂，我是。好，明白了，我知道了。高队，又接到一通报案，这次被盗的是一家烟酒店，被盗财物总共有14000元左右，监控传回来了，还是凌晨3点，暴力破门，全身女装。可恶，这个店面的另外一部监控虽然没被破坏，拍下了作案过程，但是你们看，他把自己包裹得太严实了，根本没法对他做面部识别呀。咱们也不是没有收获，你看，从他的身材、衣着，还有被盗窃的女性衣物来看，嫌疑人很可能是名女性。既然嫌疑人没有留下线索，那咱们就把他挖出来。警方通过视频追踪发现，嫌疑人最初出现的地方仍然是纳西区通江街一带。步行穿过几条巷子后，进入案发现场。再次出现的时候，嫌疑人的手里明显拎着盗取的物品。也就是在对其踪迹进行追踪的过程中，这样一幅画面
引起了办案民警的格外注意。在看的时候，然后他突然间脸侧过来，然后当时我们的那个，当时其实上我们很兴奋啊，我们以为我们会有一张比较清晰的一张正面的一张脸部特征嘛，然后大概来能不能判断一下这个人到底是谁。结果脸一侧过来，我们一看到去，哦，一个胶皮面具，然后我们都愣了半天在那里。是比较显得比较突兀吧，就是那种白颜色的，像是那种好像自己用手那个剪出来的那种形状一样，还是看起来比较恐怖。很显然，嫌疑人的反侦查意识已经超乎警方的想象。专案组通过梳理发现，这些案件看似没有直接联系，但是嫌疑人都是以撬门的方式进入案发现场，作案时间段为凌晨两点至五点之间。从嫌疑人的着装来看，虽然每一起案件都有细微变化，但都是穿着女装，有时戴口罩、戴面具。夜晚并未下雨，却打着一把雨伞，全程包裹严实。可以确定，这些案件是同一人所为。嫌疑人作案后，多数时候步行离开，偶尔骑自行车。这个人熟悉周边环境，躲避监控探头。从监控画面也根本无法看清这个人的真实面目，以至于警方破案无从入手。就说这个人对大家十分的熟悉，到监控的地方都有很明显的意识，他就会去明显的回避监控，然后对这个作完案以后盗窃返回的这样的路线啊，那些消失地点啊，这些他都已经是很熟悉了。那些地方没有监控，就往那边走了以后就消失在我们的视野里面了。在案情分析会上，有办案民警提出，从穿着和身材以及被盗的女性衣裤和丝袜来看，嫌疑人会不会是一名女性呢？戴的这个胶皮面具，它上面有这种假发，当时因为他有用这个连帽的这种羽绒服，用这个帽子来将他的头部包裹了，然后我们当时看见是有这种长发的这种痕迹，当时就判断成女性。再加上他盗窃的就是女性的衣袜那些，怀疑就是说一个可能一个前科人员。就在民警对该案全力开展侦查时，纳西区商业街又发生了一起店铺被盗案。办案民警在这个案发现场依旧没有找到破案线索。在查看被盗店铺外围监控时，办案民警注意到，这次嫌疑人不仅戴着面具，衣服的颜色更加鲜艳了。他当时穿的是一件红色的外套，就是还疑似还是那个女性的那种红色的那种外衣，啊，身上然后穿的是那种黄颜色的那种紧身裤。根据我们正常人思维来说的话，男生应该是不会穿那种东西的。在没有任何破案线索情况下，专案组决定先针对有盗窃前科的女性进行仔细排查。高队，我们回来了。辛苦了。有收获吗？没有，我们都排查遍了，都不是。我这也没有符合条件的女性嫌疑人了。先喝点水。谢谢。哎，真是的，这三个月他都作案多少次了，没有一点要收手的意思。是啊，而且他每次都戴着面具，不过装束倒是有了变化，一会儿是男装，一会儿是女装。哎，你们说嫌疑人会不会不是同一个人？你是说有人在模仿他的作案方式啊？对啊。是啊，要不然怎么会一会儿男装一会儿女装的？所以说呀，应该不是。虽然每个案件看着不同，但实际上它有很大的相似性。你们看，他每次作案的时候背的背包特征、颜色还有花纹是不是都很像？还有他的穿着，虽然每次都有变化，但是总有那么一两件有点相近。所以他这是担心我们看不出来都是他做的吗？真是嚣张。是啊，上次那起案子离咱们局才两道街，还有一次他都撞上看店的人了，都不带害怕的。哎，高队，排查了这么久都没有结果，有没有可能就不是惯犯啊？不像，又是切断监控，又是戴着面具，
这么老练的手法，还有反侦查意识，这可不是一天两天就有的。哎，你说我们会不会搞错了呀？搞错？搞错什么？我们的思路一直是寻找女性嫌疑人，你说这嫌疑人有没有可能就是个男性？怎么会呢？监控上显示都是女的，而且男性怎么会偷女性衣物呢？说到监控，我一直觉得奇怪。你们看啊，尤其是这张照片，你看他的走路姿势，抛开他的女装来看，你们有没有觉得更像一个男性？那他为什么要偷女性衣物呢？穿女装偷女性衣服，他就是为了伪装成女性，误导我们。所以我们一开始我们的办案方向就错了。小五说的对，咱们都被骗了。如果是个男的，小白，你去查一查，我记得之前有类似的案件。好。找到了，2017年的时候就发生过系列盗窃案，当时的犯人也是男扮女装，他也盗窃过女性用品。当年被盗的就有这次失窃的商铺。狐狸的尾巴终于暴露了，那就让我们把他给揪出来。商铺接连被盗，商家人心惶惶，警方并案侦查，理清案件脉络，最终锁定了他。夜幕之下，一线系列节目《一线探案》继续播出。在案情分析会上，有民警提到，2017年也曾发生过一起系列盗窃案，那起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王文勇作案时也是男扮女装，也盗窃过女性用品，并且当年被盗的商铺中就有这次失窃的专门经营女士裤袜的店铺。专案组认为这不是巧合。其实2017年的时候，当时我们在侦破这个案件的时候也是很大的难度，因为他当时也是戴口罩，然后奇装异服的伪装。我们是通过最后一张天网的这种对他这种轨迹的这种跟踪，然后捕捉到了他一张在夜宵店吃面的半张脸，通过这半张脸然后把他的身份这个明确了。让他入刑的就是卖袜子的一家商铺，因为这张商铺里面站出来指认了他，然后也是提供一些比较硬性的证据才让他入的狱。被关进去了以后，然后出来又第一时间去找到这个商铺去盗窃这个事情，所以说当时可以看出来这个人还是有很强的这样的报复心理的。王文勇1994年出生，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本地人。然后我们也调取了他之前的判决书，因为2017年我们对他进行打击处理过，调取了他的刑事判决书，发现他的这个判决时间是3年，从时间上来看的话，他应该是刑满释放，所以说他的这个嫌疑就突然上升。王文勇刑满释放的时间是2020年12月5日，而第一起案件发生在12月8日，从时间上来看，基本符合刑满释放后继续作案的特征。办案民警对王文勇刑满释放后的活动轨迹进行研判，发现王文勇长期生活在其外公家。他平时由于没有工作嘛，他白天的话很有可能就是在一个就是在街上闲逛，然后他这个人的确没有什么朋友可能，然后以绝大多数时间可能都是以闲逛这样子为主。专案组认为，王文勇表面上是在街上闲逛，其实是在为夜晚作案踩点儿，而在他的家里一定藏有还没来得及销赃的赃物。当时的话，我们实际上是缺一个东西，因为大家都知道抓贼要抓赃嘛，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能够证明这个人就是犯案的这个人，所以说我们对他外公家进行走访，就是以这个汪某刑满释放应当去报道为由，对其进行走访。比如说我们先过去看一看这个人在没在这个地方，跟周边的这样子的这种村市干部了解一下这个人回来以后是不是在这个地方住。
你那个，你昨天晚上干啥去了？你整到今天早上半夜醒不来。嗯，每天都是你跑，我在学校呢，在手里带一盘书。嗯。有没有平时那个经济来源怎么样嘛？有没有钱那些啊？先是谁给你供的嘛？你自己去找钱还是别人给你供的？我出来发了出社会半年1000多。平时都是在一块不出门啊，在家里面。偶尔三次哎。对吧？我们看一下嘛，你有没有困难？我们这边看一下你屋头，看一下屋头这边大概什么情况，到时候好跟那边当。就没啥看头的噻。你看不了解一下嘛。你看不了。就是。光阳，你不快点去把门打开，就把我屋里给烤了。哎，大姨，哎，你过来一下，你可以来。这个东西是我们的要求，知道吗？你看，你看，录音录像都在录着。不是他谈的，感觉不是询，不是来问的，是询问的，就是查我的，查其他的。你问，了解一下。不是了解，你问我了解谁？等办案民警和社区的工作人员提出要进王文勇的卧室看看时，王文勇和他的家人都很抗拒，似乎是想掩饰什么。后来，在社区工作人员的劝说下，他同意大家进入他的房间。快，鸡腿是哪过来？你舅妈俩？是我外婆才出来的。嗯。你睡了？今儿啊？你刚铺的啥子嘛？你就不会是老鼠吧？你就不用动。经过初步观察，从表面来看，王文勇房间里没有任何作案的女士衣物、面具，也没有与案件相关的赃物。里面也没看到类似的东西。据他周边这边人反映，他汪的话，他晚上是睡在家里面，然后白天的话也是帮家里面干一些农活什么的。然后这个当然这样，他像摸排的这个情况来说的话，可能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到底是不是汪所干的。因为从前面那些掌握的这些依据来说的话，还是比较薄弱，没办法完完整整的指定就是这个汪所为。咱们是不是又搞错了呀？王文勇家里什么证据都没有啊！听他邻居说，他晚上也是在家睡觉，白天呢也是帮忙出去干农活，这到底是不是他干的呀？只要是他做的，就一定会露出马脚，就算伪装的再好，也难逃法网。如果咱们不能直接从他家里找出证据，那就先做好基础工作。老苏，小五，哎。你们把失窃物的照片整理一下。好，好嘞。小白，哎，你用大数据梳理一下王文勇的活动轨迹，整理一下监控录像。好。就这个。对。去年，这是新的啊。高队，你看，这是刚才有店家提供的照片。这衣服上面有他门店的标识，这特征很明显呀。嗯，听说这是去年的新款，一般的地方不容易买到。高队，整理好了，你们看。咱们对照一下监控录像，看一下王文勇有没有穿过这样的衣服。快进。再快进。哎，你停一下，你往回再倒一点。哎，对了，你看他穿的，就是这件。还有这件，这下可以确定王文勇的作案嫌疑了。接下来就等他再次作案，咱们就来个现场捉赃。警方不懈追踪，锁定嫌疑对象，重点调查，终于揭开真相。他因何如此猖狂作案？夜幕之下。一线系列节目《一线探案》继续播出。2月19号的凌晨发了一起门市盗窃案，通过这个案子，晓得这个案子以后，我们就立马组织这些包括刑侦，我们分局的刑侦大队以及派出所人员，我们就立马开始，
去那个汪某的那个外公家。我们觉得那个发案时间是找他的最好时机，因为那个时候的话他可能需要白天补睡眠那些，另外一方面他那些所盗物品很有可能就是说来不及收拾，来不及收拾可以达到一个人赃并获的一个效果。然而当办案民警赶到王文勇家里时，王文勇外婆告诉办案民警王文勇并不在家。王文勇在不在家啊？王文勇没在屋头。嗯，怎么没在屋头啊？嗯，找他来谈点事情，他不在屋头啊？在屋头，在屋头啊。哦，好好好。家属就说王某不在家，他的外婆没有说实话，但是说他的外公还是说了实话，就说是王某现在在上面睡觉。走，呀，哎，去去，过来，去去去，舒克，舒克，那，就将他控制，然后对这个房间进行了搜查，在一个房间很偏僻的。搭建的这种隔板上，这隔板的话，随时可能坍塌的那种木质隔板，上面发现了很多这种用黑塑料袋装着的这种被盗的财物。归案后，面对民警的讯问，王文勇没有过多狡辩，很快供述了自己。刑满释放不久就又接连盗窃多家商铺的事实。这个整体的这个系列盗窃案的话，他一共作案的接近有十起。汪某呢，他是有多次盗窃前科的犯罪嫌疑人，从2011年至2020年间，他曾因犯盗窃罪六次被人民法院判处过有期徒刑。他是从他十八岁以后就是开始，当然是他十八岁以前可能是有一些前科劣迹，但是说因为他未满十八岁，可能就是未公安公安机关未做处理，从十八岁以后开始基本上都是因为盗窃，相当于是出来几天或者说一两个月然后就被关进去，就是这样，基本上都在监狱里面。根据王文勇回忆，第一次行窃时他只有12岁，他自己也很难说清楚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但是他说他有一个异常混乱的童年，甚至从他出生的那一刻起，他的人生就陷入了糟糕的境地。马上我是因为是就是说不出话了嘛。我在外面基本上没有什么朋友，远的人呢？我不想有家的。更加致命的是，父母很早就在他的生活中消失了，留在他的记忆里的只有父母争吵的画面。你就这赌，这个家早晚让你给毁了。哪那么废话？你啊！王文勇的姨妈说，王文勇很小的时候他的父母就离婚了，之后王文勇被送到了外公外婆家，外公外婆是唯一给过他照顾让他体会到家庭温暖的人。再后来王文勇得知父母都各自成立了新的家庭，母亲再婚后又生了三个孩子，想要照顾他分身乏术。
之后是父母离了婚，然后之后长时间没管我了，我就真的把别人没长时间没得好，就没什么好别人的，总妈妈只有一点点影响。对我父亲就是影响，就是小孩没管过我，然后到大了想你管我，有些事情造成我做错了那一年他，但没做错的话因为不得他的，但不得动手打人嘛。王文勇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生活中只有外公外婆。逐渐的，面对偶尔来看望他的父母，他显得很冷漠。时间流逝，外公外婆老了，家里的经济也越发窘迫。他对他家人，他每次问他这个问题的时候，他都很冷淡的。他其实对他家人的事情是很少谈及的。他大部分时间是住在他的外公家里面。他那个家庭条件的话还是比较艰苦，因为外公外婆毕竟年龄那么大了嘛，所以他们的钱都是来得很不容易，就是外公嘛，就是平时嘛，就是每天就是凌晨两三点钟起来就把菜那些摆位，就是五六点钟自己挑的街上去走多远，要走他一般挑起上来都要走两个多小时。他们卖什么，外公卖菜了什么，都是不管下雨嘛天气都是五公分嘛。外公外婆靠卖菜可以维持基本生活，但无法满足王文勇的日益膨胀的欲望，强烈的自卑心衍生出强烈的虚荣心，他想过上体面的生活，但身无一技之长的他不愿意付出辛苦，长期失去管束的他自暴自弃，开始行窃。因为这个人呢，他性格也比较孤僻，他们的家长也不管，对他进行管理，也就是说他们也管不住。这个人平时也是白天睡觉，晚上就出来的话也不会跟大人讲，所以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具体在做什么。就这样，性格孤僻的王文勇没有正当工作，终日游手好闲，四处寻找作案目标。每到夜晚，他男扮女装，像幽灵一样潜入黑暗之中，疯狂实施盗窃。从18岁开始，他先后几次盗窃被抓，然而刑满释放后却仍不知悔改。可能一方面是家庭原因，然后另外一方面可能还有就是，也就是说是这种长期的这种封闭的这样子心理嘛，没有什么朋友，然后造成的。啊，他可能还是感觉自己和社会可能有一点点脱节在里面，所以说他这一次的这个年轻人这次盗窃，可能还是想有一种发泄的一种情绪在里面。想过了，就是如果不能犯罪了，如果再犯罪的话，到时候外公外婆就不在了。成，如果是现在都27了，今年27了，已经27了。如果再犯罪就没有意思了，这人生就过完了。但是即使如果出来，如果再犯，这一辈子就一直在看守所、监狱两个地方来回了。王文勇涉嫌盗窃罪被警方抓获。盗窃罪的量刑简单来说呢，是根据盗窃金额的大小来确定的。那么盗窃罪的法定量刑分为三个档次。第一档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二档是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三档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最高可判处无期徒刑。一般来说，盗窃的金额越大，量刑就会越重。王文勇有盗窃前科，所以在量刑上可能会加重。王文勇从小生活贫困，后来又遭遇父母离异，但是这些不能够成为他自甘堕落、只想不劳而获的理由。还是那句话，莫伸手，伸手必被捉。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法治资讯，可以在微博央视频中搜索一线，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
这里是一线探案，我是陆晨，下期节目再见。是不是都很像？你看他穿的就是这件。怎么会骗我呢？去人管了你。不是，这你的办法。我手工艺，我们素未谋面，他会不会来？